观众朋友，我继续带来新闻的现场。在更新保护这个政策，为了提升受众人、更新人生存以及生活技能，让更多民众会当了解欧风采画技艺训练以及感受自营作品的用心经营。台湾更新保护会家己分会在6号举办“见证人间真情”感受以及欧风乡村采画班教化基训成果发表的开幕仪式，希望透过工艺品的水，连接到心中对受众人甲更新人的认同甲关怀。见证人间真情，甘肃合欧风乡村彩绘班教化基训成果发表，6号在嘉义地检署中庭登场。现场除了展示由受众人、更新人所创作的各项工艺品，而且佫邀请到嘉武新踢踏舞团和民和国中指挥分校电音三太子舞狮队来进行成果发表，展现因在课业之外另外一个兴趣发展的舞台。出席主持开幕仪式的嘉义地检署检察长罗英庆强调，开办各项的实用技能，主要希望帮助受用人和更新人站起来，重新被社会接受。在我们监狱看守所里头，我们聘请了很多老师，包括书法、绘画、工艺的老师，来教我们这些更生人，教我们这些收容人，能够习得一技之长，将来可以为自己、为社会贡献所长。所以今天的展览的内容作品非常丰富，包括有书法，包括有绘画，包括有这些所谓的工艺的作品，那么渐渐精彩。对这入去一直到28号，民众不妨到嘉义地检署1楼共享盛景，欣赏受众人和更新人所创作的工艺之美，同时更加会当了解到更新保护事件和咱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让受刑人、更新人上届实质的正向鼓励和肯定。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帅，嘉义市采访报道。